再来，刚刚做完之后的话呢，当然理论上应该这样应该就符合了。我刚刚查了一下，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地方不太 OK， 因为它像这个资料，它有完全没资料，所以这边会保持空白。好，然后 Ctrl 向下，哎，你看这个底下，哎，好像还有这个地方有一个，这个是它本身的资料错误，因为它多一个什么，多一个这个刮弧 ，OK， 那会造成错，而且像内弧区，那这个资料是有错的，应该是这个把它，这个变成说我们要手动再把它这个更新过之后啊，那这一笔资料呢，理论上就会是正确，所以有一笔资料应该是错，有两笔资料是错误的，哦，更新完之后应该就 OK 了，好，这第一个部分哦，所以刚刚讲的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也有再把这个程式前面加上注解，所以第一个是开始的位置就 A， 好，那它这个逻辑就是说我把找到的位置存在 A 的这个位置，好，那结束的位置把它存在 B 的位置，那如果我有 A 有 B 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做后面的用那个 meet 函数去做资料的切割，那这个 meet 函数呢，在 Excel 里面的函数跟在 VBA 里面其实是作用啊，参数都一样啊，所以其实这个应该程式也不复杂吧齁，然后呢外面就是跑个回圈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接下来的话呢齁，我们如果要改成所谓的自定函数，自定函数就是说我希望呢插入函数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什么接啊，这个入接到的函数的话，那要怎么做齁，一般习惯上把这个复制起来好了。那你可以做什么，插入一个程序。因为那个方，或者是只打一个方选，或者这边直接打方选也可以了哈，打一个方选，然后空一格叫什么入接到啊，后面加函数好了 ，OK， 然后呢一样对吧？按个 Enter，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 End function， 好，然后并且一个小刮弧，那。function 跟 sub 最大的差别是 sub 是不会问你问题，可是 function 呢，他会问问题，问什么问题呢？哎，你要提供给我一个地址哦，有没有？他跳出来地址，哎，那这个时候你记得哦，把地址这两个字的参数名称写在这个后面，地址。差别一就是什么？原来刮弧里面不用放东西，这边要放东西，这个是传参数的地方 ，OK， 参数叫地址。第二的话呢，我们后面其实如果要拿刚刚的这个程式来修改的话，其实只要拿回圈里面的东西，有没有 ？for 回圈跟 net 这个不要，你把这个复制一下 ，for net 里面的东西复制，其实拿这个来改可能会比较快，而且比较没问题。那改哪些地方哦？这里把它贴到方选里面。一二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。缩排，因为那个 for net 多一个缩排，所以习惯上把这一刚刚贴上的东西再往前，这样要凸排了，往后是缩排哈，按 shift 加 tab 这样子，好 shift 加 tab 让它往前，然后那要改哪些地方呢？特别注意哦，只要是 sales 哪个储存格的，你就把它改成 sales G 哦，改成地址就可以了。所以这边有1、2、3、4、5哇，6、7、8、9、10个，11个有没有？所以呢，特别重要就是把这个地址的讯息哦，我们刚刚 sub 是自己去抓，但是 function 是它提供给我，我就把它放进来哈、哦。所以比较快的方法是你用什么把这个选起来，然后 Ctrl C，Ctrl H 就取代成什么？取代这个地址。有没有这样比较快了哈？不然你慢慢自己慢慢改可以啦。只是说我的习惯是，那取代的话，你就这边哈，先寻找一个，然后取代，慢慢取代。你不要全部取代，怕上面的东西也不应该取代，你也把它取代掉。不要全部取代啊哈，取代到哪里？取代到这里有没有？这样就 OK 了。哎，这边就不能再取代了 ，sub 被你取代，那你 sub 就坏掉了哈。好，第一步，这个地方哦，要把。Sales 的 G 哈，这边这个改成这个，好 OK， 所以理论上是第一步啊是 function， 好，然后这边要多一个，这个是加一个地址，二的话呢把上面的程式复制贴过来，好 ，for net 里面啊记得把它改成
凸牌，哦，然后再把这个取代成地址，另外最后再把一个东西取代掉就可以了，把这个，因为呢 function 是要 return 的， return 就是回传结果告诉你，那 return 给你结果之后，它会把结果放到那个储存格里面，所以哦特别注意哦， sales ID 的 F 栏这个哦，本来是丢过去嘛，现在改成什么，改成这个 function 自己本身的名称，所以这个名称呢，哦，把它贴上去到这里， OK 就大功告成了，OK， 那你方群就写完了啦，所以主要是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，那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哦。Sub 是按按钮，它不会问你问题，但是方群写完，我们来试一下给各位看哦。哦，我这边把它关掉一下，那这边把它 Ctrl Shift 向下了，我这边把它 Delete 到这里 ，OK 哈，哦。然后一插入函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使用者定义哈，哦，里面呢就会多一个函数出来了。啊，记得哦，一定要在模组里面有那个function 哦，哦叫路接道函数，有才会有哦，啊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那没抱歉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就没有使用者定义，哦，啊，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说 function 哦，一定要叫 function 哦，你不要像之前有同学打 sub， 名称打错了，那，啊，怎么会有？他说老师为什么我们没有？一看你打 sub 怎么会有？哦 ，OK， 他一定要叫 function。好，这样一有了 ，OK 好，那我们来选它，按确定，它会跳出什么呢？跳出一个那个，就是这个叫地址嘛，它跳出一个地址，所以啊，你这个地址就是我们刚刚放在刮胡后面的名称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告诉他说啊，你的我的地址在这里哦，你帮我自己去哎，所以啊，我把地址丢给他之后，他就进到他的function里面，有两个。if 的回圈，if 的那个逻辑判断，先判断什么，前面有没有零，有零就抓零，没有零就抓里，没有里就抓区嘛，对齁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再抓有没有路，有路抓路，没路抓街，没街抓道， OK， 好，就刚刚那个逻辑判断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它会得到一个结果，切割的结果就是万宁街，它就会丢给谁呢，丢给自己本身，丢给路接道函数，那路接道函数呢，这个就是它最后 return， 它会回传给你的东西，然后就自动放在这个储存格了，就完成这一个有点像一个 cycle 啦，有没有一个循环，哦，那我们就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就出现了，那底下跟那个 sub 最大不同嘛， sub 是因为它有 for 回圈，所以它会全部帮你完成，那你function的话就是多做一个事情，快点两下自动填满下去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啦，那你说至于你用 sub 好呢还是用 function 好，其实当然啦，看你自己写得出来都好啦，哦，不过理论上，哦，哪一个比较简单呢，你两个好像都不太简单，哦，但比起来的话应该 sub 稍微简单一点点啦，所以一般好像似乎用写 sub 的会比较多一些些， OK 啊，方选的话呢当然就看你工作上的需求，如果你的工作是每天都是只是想要啊点的然后自动跳，那你就跟平常用 Excel 一模一样的话，那你就写成方选，哦，OK， 但我自己个人习惯我写 sub 会多于方选太多太多了， OK，哦，所以这个当然就是看个人的习惯，反正呢，你一做完你的事情就搞定了，但没有你就是没有，那你做完之后呢，接下来你才可以做什么街道，哪一条街道上面治安最差，接下来什么可以用什么方法，那你想说用排序吗，看看哪个比较多吗，啊，不对啊，所以接下来的话你可以用什么最简单的方法了，就枢纽分析表，其实枢纽分析表真的还蛮好用的哦，那如果你用 Python 的话，哦，可能你就要用那个它里面有个套件叫 Pandas， Pandas 跟枢纽分析表有些地方还蛮像的，只是说 Pandas 全部都要用程式来完成，那枢纽分析表就是图形化的，你只要怎么样非常简单，你就插入枢纽分析表，我要分析范围给它按确定，那比如说哪一条路治安最差，你就怎么样把接路接道，哦，这个拖拉到你要分析的列，一般主要是列，
有没有？哎，就帮你列出来了。哎，好像还有错误哎，这什么？这标签上面，等一下可以再检查一下哈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再把路接到再拖拉到值。如果你拖拉的资料它是文字，非数字的话，它会算几个？算几个哦 ？OK 哈，好，那你会发现这边就列出来了。再来呢，我们可以怎么按照呢？治安最差的放上面，治安最好的放下面，那就什么？游标放在 B 4储存格，做一个资料里面的什么 Z 到 A 就可以了。哎，马上就列出来了。有没有？就是，刚刚看到是中山北嘛？刚刚看好像是南京东哎，怎么你中山北哎，还有中，还、难道这两条路最近？因为我那个资料是前几个月抓的，哎，这几个月突然这边最近啊、好，那如果我只要列出哈、那个治安最差的前十名好了，那你可以吧？再利用什么？这边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筛选功能，哦，可以再把它做一个筛选，或者最后你干脆什么，把这些资料嘛，你就自动留下前十名的资料，那大家就可以去画你的那个后续的图表部分哈、所以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吧哈、那把画面呢再还给各位一下，我刚刚重点哦 ，OK， 记得就是在开发人员里面哈、Visual Basic 把这个啊、加一个这个function，那程式云端上我有放一份啊，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到云端上面哈、再找找看哦。我再把画面切换给各位。